这是。南孙每天去学校这么远的路，坐地铁也要走很多路，晚上打车回来也不安全。阿姨，这一点您放心，每天晚上我都等南孙一起回来，我向您保证，风雨无阻。我给他买部车，就是代步而已。那这车，车我已经开来了，就停在外边。这件事情南孙知道吗？我就是来告诉他的呀。阿姨，其实大可不必，我们住在这边很方便的，旁边就是地铁站。我们两个多了一辆车，又要交停车费，又要加油的，很费钱的。这里有一笔钱，你可以停车、充电什么的。等过了一阵子，用的差不多了，我再来给你们换一张卡。帮我贴两个膏药吧，我这个贴不好。贴哪儿？腰，打球打。这儿。这儿。你这手表这么贵，就这么扔啊？有时候这十几块钱的膏药就比几十万的手表好使。你像房子，一套房子一两千万，最便宜的得六七百万。有的人就算全款买下来了，那能保证住得开心吗？有的人就算买了一套最小的，那保不齐还过得更轻松自在呢。你是想说马师傅吗？今天不聊马师傅。今天我只想说说膏药的手表。咱们平时啊，戴金表、穿名牌，是为了和那些能一口气买下十套房子的人交朋友。但那是工作，你自己的生活你不能丢啊。